盘点东北最逗丈母娘。咋的？你咋知道的？那这老些你没带你妈你姐上他那儿挠他去啊？啥事儿？人家事儿你少掺和啊！你又给人出啥主意？我闺蜜说她老公背着她给女主播刷了好几十个 W， 气完了。当初结婚她爹妈就不同意，妈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呢。这就是啥？他们反对爹，反对妈，挣钱光光给人花，他们为人吃，为人狂，为人光光赚蓝钱。里边呢，你得有内涵。现在学是不赶趟的，你等我上哪个庙我拜一拜去，你等我发财，我带你吃香喝辣的。哎，就你那抠样，和尚跟你吃顿饭都不带破戒的，一个肉菜都不点，还带我吃香喝辣的。你看人那小姑娘过日子，刀工、电工、铝工，到你这鞠躬，那说明我有礼貌啊。脸皮是真厚，蚊子要叮你一口，那嘴都得发炎二年。那我以后找个会做饭的人不就行了？哎呀，相亲这条道上，你挑人这个人也不行，那个人也不行，你不也就是个行人吗？还挑人呀你？能不能商量个事儿？你说你能不能把你那个花挪走？全是草也不开花，放我那窗台上，影响财运。咋又来赖我那花了？那还有草开什么花？那我碰它，它咋不害羞？那证明花跟你待时间长了，都变脸皮厚了。妈，你冷不冷？不冷。你净扯，你不冷你呼那么多，你管我的不冷。你要开开的，那太冷了。那你要买了放那，你不开那不白买了吗？不，你开空调一天电费得多钱？那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能买我开心，我怎么那么钱浪费空调呢？哎，不生气不生气，家家有本难念经，别人生气我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我要气死谁撸，省下要钱旅游。相信官相信党，打人没有好下场，忍一步子宫肌瘤，退一步乳腺增生，不在沉默中死亡，不在沉默中爆发。不行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起来。这么点狗剃毛80，我脚头才20，真服了。那狗敢吃屎你敢呢？我要敢呢。你也80呗。我今天洗澡花300多，我不比他消费高啊？那抽村给一下到赌赔一些钱。能不能别埋汰我？借我10块，晚上我要吃麻辣烫。傻子，洗个澡自己面子洗出来。不是不是，我投资个项目，要是挣着了的话，就能挣几百万，到时候还你啊。那要是失败，是不是这2块钱就那个打水漂？那这么了解我，随机打呀。我不过节也行，那你这么的，你抱抱我吧，你给我举高高，我找一下当宝宝的感觉。不是，你往我面前一站，像个顶梁柱，往那一坐，像个承重墙。没干过啥叫司机都不敢当你，我们可整不动，抓紧时间，土豆搬家，快点滚球。你要追死你！你妈走到现在，等会儿我从这给你录一个来。就小卡洛夫，胜利，我胜利都走不出这步。人家是卡德洛夫，你妈是卡德洛夫。不是皇真说，真的说了算，你告诉他出家就出家了，寺庙待一辈子。我要是皇，就告诉他这出去跟猪亲嘴一天。你有那皇上命吗？你有那王八命？当皇上不容易，咱快点当皇上。我可容易了，想当当当皇帝。